好，这个是一个前列腺癌，前列腺癌它是这样，这个，58岁，对吧？然后就是临床上这个主要的反应的情况，就是这个 PSA，就这个化验的前列腺癌这个化验这个肿瘤指标上升，对吧？然后做了一个核磁共振，是核磁共振吗？对，是核磁共振。做了一个核磁共振，这个是就是这啊，什么这个情况啊？中央腺体欠均匀，什么结硬啊，什么什么不均匀，明显强化。前列腺中央腺体外周带3、4点钟左右多发。大小不规则，结节异常信号已什么早期病啊？反正这一段的描述就是指前列腺癌，这放射科已经得出结论了。然后这个东西是明显升高的，就这个东西是明显升高的，对吧？你看标准是不能超过4，它是127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做了骨扫描。对吧？这个病人年龄还不是太大，58岁，就是骨扫描，然后呢，说是这个，考虑已经是前列腺癌，这就是等于是转移可能大，对不对？对吧？要结合这个 CT 或者是。核磁共振的检查，然后这个也是前列腺抗原，对吧？这个比值啊，什么都是符合前列腺癌的，这个都是符合前列腺癌的这个情况，对吧？这三个指标的情况，这样，问他说是。就是临床上还没有得出结论，然后说是要穿刺，那么家属来问，家属来问，就是家属实际上他们家里面有一个人，应该说是家属，同时既是家属又是医疗第三方的受众，就是听过我讲课的，来问这是怎么个情况？年龄多少？58岁呢，年龄不大，前列腺。第一呢就是。就是假设是前列腺癌啊，我说的是假设啊，假设是前列腺癌，是前列腺癌，因为这个有影像学这个迹象来支持啊。假设是前列腺癌呢，穿刺是必要的啊，穿刺是必要的啊，这个穿刺是必要的，因为后续后续的治疗。后续的治疗方案的制定啊，后续的治疗方案的制定啊，主要的依据是穿刺，实际上就是穿刺活检的病理报告，以这个为准啊，后续的一切实际上主要的重心是落实在这个活检的结果之上。这个是很重要，但是呢，由于骨扫描已经发现有骨转移，骨转移它转移到什么地方？骨转移在什么地方？看一下，底髂。底髂左下部稍高，对吧？这是骨转移，但远倒不是太远，对吧？那么已经发现骨转移了，所以呢，它这个基本排除是前列腺腺体啊。就是说，已经扩散我们不要咬文嚼字，就是扩散的意思已经扩散已经是扩散了，
那么也就是讲从大的范围来讲，从大的范畴来讲呢，就是以后续的治疗呢，不是以根治为目的啊，而是以延长生存期为目的啊。但是呢，要需要说一下，就是说是第一，需要说一下，第一呢，就是这个前列腺癌呢，这前列腺癌的腺癌的预后啊，都是不错的啊，预后都是不错的啊，无论是否扩散，也就是讲它这个五年生存期啊都是很高的啊，很高的啊，都是很高的，哪怕是扩散啊，都是很高的啊，所以呢相对是乐观的啊，对于这个病人相对是乐观的啊，是要积极争取的啊，在整个治疗方案的当中以及患者的心态上呢，都要放在积极争取啊，积极配合，积极争取啊，应该是可以，而且58岁年龄嘛，不高嘛，对不对？那死亡多可，放弃多可惜啊，对吧？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它确实是扩散了，但是呢，很有可能啊，就是很有可能，就是到底是有什么不可能呢？就是还是要取决于病理，因为病理的穿刺还没做。但是呢，大多数情况下呢，就是即便是扩散了，它的进展也是缓慢的，啊，缓慢的，进展也是缓慢的，啊，进展是缓慢。所以呢，我建议这样。当然，但是呢，这个后续治疗的原则也是医保范围内啊，医保范围内。啊，医保外的项目啊，不要轻易考虑，或者考虑之前呢，要决定医保外范。一旦医生有建议医保范围之外的东西，要及时跟我联系啊。后医保范围内的啊，这个各种治疗方案啊，有化疗的啊，有激素治疗的，对不对？有甚至有放疗的啊，都是可以的，而且是总体上啊效果啊应该是比较乐观的啊，就是我对这个患者是比较乐观的，而且费因为是医保范围内，费用也不是很高的，好吧啊。所以呢，第四呢，就是再明确一下，这个穿刺还是必要的，好吧，还是必要的。第五呢，我前面就是讲的所有的一到四，所有讲的就假设它是前列腺，实际上呢，仅仅这个，那假设是前列腺，而且假设它是转移的情况下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实际上呢，你要断定它是前列腺癌啊，而且已经扩散，仅仅啊，最好另外要加这个上下腹部及骨盆腔影像学检查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放射科写的东西呢还是比较有道理的，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是请结合，对吧？放射科已经写了，请结合骨盆 CT 和核磁共振，也就是说它要影像与检查，不能仅仅骨扫描是重要的，但是不能仅仅依据骨扫描来判定这个患者的基本情况，所以呢还要加一些啊。